节限定的杨枝甘露。嗯，觉得来到海边，那甜甜耐吃。对，按在眉毛上方哦，哈。眉毛上，变韩剧女主角了。如果想要皮肤好，等下贴着它，皮头粉刺都可以出来。真的假的啦？真的。现在流的汗是香的，是吗？是香的。哎，我很香哎。我闻你的好不好？我的是有味道，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是男子汗。哦。Happy Together！ 我是立冬，我是玉婷，又要带大家来高雄玩了。大家知道高雄啊，最近啊有很多有异国风情的地方，你不用花机票钱，就可以一秒就有出国的感觉。哎，很适合我哎。为什么呢？小资女啊，小资女没有 Coco 啊。所以这一集如果你也是小资女或是小资男的话，更要锁定。对，好不好？那我第一站玉婷，我就带你来这边。嗯，这个是古岩寺。古岩寺，你看一下后面的这个风景，这边的植栽跟造景，其实它就是小京都。京都都是这种日本，你有去过吗？没有啊。你到现在目前没有出过国？没有。那今天这一集就好好满足你，好，好不好？那你看到的这一片啊，只是我们古岩寺的一小块，我们还没看到这个本寺，所以我等一下就好好带你去导览一下。好，你走。古岩寺是在拜什么的？哎，就不懂，因为我台科大全国第七名嘛。古岩寺是吧？它是寺嘛？对，寺庙就是拜神的。如果是道教呢，就是宫。那祈寺是来祈求什么的？求你不要再问好不好？我们这边有专业的，啊，有专业的，古岩寺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来，欢迎。这位大哥，欢迎你。大哥怎么称呼？哎，我姓林。所以今天你要来带我们讲一下，他刚刚有问到啊，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古岩寺是求什么都可以吗？什么心情不好啊，你还是事业不顺啊，其实都可以来询问我们阿弥陀佛。生活大小事都可以来古岩寺。寺庙的流程，比如说从一楼开始走起，还是怎么样？其实我们一楼就是吃饭的地方，就是佛教的寺院的斋堂。参拜的话，我们就要到三楼。三楼，对，我们三楼是弥陀殿哦。它供奉的是庄严彩绘的阿弥陀佛，高有17.2米，它是从三楼站到六楼，左边还有围绕的88佛的唐卡，我们是请尼泊尔的知名画师来画的。然后前面两侧的水泥雕墙是由在地的浮雕艺术家庄正明老师现场来做的。哇，莲花净土，阿弥陀佛，所以你也不管有感情事、事业的事、都可以问，都可以去那边问。对，好，可以向阿弥陀佛祈求。好啊，那你就带他去祈求一下爱情好了。好，我们在祈求之前，我们先去看一个很酷的地方，别的地方没有。哎呦，真的？他就边讲边走，好像是得道高僧的。啊，信之哥，你要带我们去哪边？古岩寺除了有佛像之外，嗯，我们还有影视高人。哦，影视高人哦，高人，他做影视业的。哎，没有没有啊。哦，不是，影视在这里哦，他是做瑜伽的。瑜伽，你要学一下。好，我要。因为女生筋骨软一点好像比较好。他现在已经85岁了。啊？85岁？85岁可以拼，还可以折。对。哇，那我们要去看一下，走，在这边吗？对。哦，我们要找这个大师瑜伽大师，他看起来就是大师的样子，仙风道骨。你去先看起来最好的呢，当然啦，当然啦。哎，你看，你看一个 pose， 你干嘛都，哇，气快来。我懂呢。哎，这话给我。啊，那是小夸呢，哪里？小夸。哎，哪里？哎，啊，你要看我无？你。啊，你。嘿。阿姐。在上面，全部都在上面。这个也要，这个也要在上面。哇！啊，那就是卡无要听你的话，你的卡就是一个老化。老化。退化。退化。啊，你若像我自30几岁的就开始练这瑜伽。阮这支卡，它会当保持。很听话。哎。哇。
哦，啊你，所以我来啊你。啊，那个是恁，我就是俗称的傲笑脸。伊是讲恁袂晓保养，袂晓保养。啊，师傅头仔你讲这是上基本的嘛。啊，来，搁要进阶的。这手，手，手你要对后边是哦，这个较袂久嘞。你后边拜拜就对了。你安尼都袂使啊。我拜拜。你可以嘞，安尼辛苦的筋咯，再拍通，再通。我想讲，我可以电视机头前的观众看你的绝招，敢有？有，因为我规身躯哦，拢是有绝招啦。安尼，啊，我做一部专门咧治这个喉。哎，袂歹，袂歹，好，哎，不过伊无爽快，而且无爽快。好嘞，好。哦，惊死啊！哎，啊，点开，啊，点开，胸部，啊，快起来，起来，掀起来，掀起来，啊，来，快快压了，啊，今晚来快快，刚那个拜拜，这样滚了，啊，你拿好对好，啊，你那门起来少，啊，你动偌久，唔免偌久，头个五分钟，五分钟就使啊，我先去变数，等下，啊，今晚来快拍开，拍开，打开，啊，将我起来，我搁起来。啊，就来这后边腰，这样来捋，腰卡袂歹。你到我起来，紧张啥？啊，不是，哎呦，手伸起来，对。今嘛来个冰，咱后边腰，安尼，哦，哇，哦，啊，今嘛到过这边，跟那狗狗嘞，哦，安尼，狗狗的嘞，这狗狗的。我来，没叮当啊，我没，我帮你。安尼，安尼对吧？哎，一边没。啊，这边啊，这个另外，啊，我这边。你不行。啊，过来，阿斯啊，哎，过来，够一招。够。一招。像安尼，安尼反转呢。哦，反转，哇，哦，哇。哇，我得看好莱坞哟！哇，你的脚怎么在这里？嘿，差点侵犯我的领域！啊，你搞你 Q 哇！啊，今麦来，那你学习，你要学习，我要学习，老化了哎！你给我老化了，劈腿啦！我这卡在紧张，那健康好嘞。啊，你爸来消费啦，先减肥才发到。啊，无你阿爸拢把你缩掉嘞。哦，用是用筋，用筋，不是用肉，不是用肉，肉是血，这我较无落去。我想去减肥，我一个月后再来找。对，你若减肥哦，啊，搁爱认真打坐，打坐，这心意的坚了嘞。有空大家可以来这边，然后看看大师的风采。哇！玉婷，你看这边，好漂亮，好壮观哦，厉害嘞！对啊。接下来你看这边，你觉得这里像哪里？我就像杜拜。这哈？杜拜？对啊，这里很澎湃啊！你看有那个龙哎，而且龙上面还有钱。因为这个像许愿池啦。对啊。来这边的人就会来许愿，投个币这样子。这边呢有小吴哥窟之称。吴哥窟。吴哥窟你知道哪里吗？在柬埔寨。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在高雄平寮这边，它叫石头庙。石头庙跟我们一般看到的庙差很多，差超多的，好漂亮哦。像什么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孙悟空？有。还有大闹龙宫有没有？啊，你说那个龙宫？海底龙宫。哦，有。直接搬到地面上来，浮起来的感觉。像听说这里是网美打卡景点。不是听说，是大家都说。哦，真的。真的，那因为我本身你已经是网美了。对啊。那我是算偏。是网帅。往帅的方向朝进迈进，我今天要帮你打造，对，所以我往帅照，对，摸摸头，帽子，摸帽子，然后看那个石头好漂亮，看石头啊，好漂亮，石头好漂亮，不会摸嘛？哦，不能同步，对，石头好漂亮，石头好漂亮，你要深层一点，你这样完全拍不出来，石头好漂亮，对，然后拍一个近的，它跟镜头互动，镜头互动，对比它，比你，对。水哦，然后有上往下，哎，这种好看。这什么 ？Y2K 风。那我要干嘛？你要就是，有时候就是各种凹。对，这会好看。会。
啊，我跳你，真的啦，哇，又可以接掉啊。好，经过上面可以求的地方。好啊，我们就好好看一下。走走走，好。哦，玉婷，我们来更高的地方了哦。哇，好大、哦！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尊厉害的、啊？那因为我们对史琼妈妈不在手，所以我们就邀请我们这边的师傅。师傅你好，你们好。为什么这间石头庙跟我们看到一般的寺庙不太一样？对，不太一样。对对，因为当初哦要盖蓝乐高的那个泰国移工就来这边说，菩萨在那边哦晒太阳，我们就把它盖起来，好不好？哦，给他一个房子住。对，所以这是他们用手工去盖的吗？全部这边都是手工。手工，哇，很有异国风味啦。形状很特别。形状，形状，你的口音更特别。形状很特别。下面还有一些导览的地方，你可以带我们去看一下吗？好啊，可以啊。好好，谢谢我们四天王师傅，我们跟他一起走。好好好。哇，这边真的是别有洞天呢！啊，好漂亮！那师母，你本身是你有学过怎么盖房子吗？没有，那不然怎么盖？你怎么盖的？怎么盖？臭盖？不是，那个移工自己发挥。他们自己发挥？对。所以你看，是有时候他们都是没有对称的这种嘛。哎，对呀、啊，对不对？而且听说他们这个连天花板都自己粘。对呀、啊，他们都是头我都要这样子啊。哎，啊，他们都会酸啊，啊，所以上面比较容易会有那个空隙。空隙，因为偷懒好酸。不是偷懒，是他粘到了，他真的没办法。他们都是用心粘的。那粘多久啊？差不多20年。二十年啊，前后他们真的是很感谢这个菩萨的帮忙，对，也谢谢他们了，才有办法打造一个全台独一无二的这个石头庙。对呀，那师傅，我们继续拍照，把你们这边的漂亮啊发扬光大，感谢感恩，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我觉得这里很适合拍照。这里吗？好，我觉得你要坐在这里。我坐在这里。然后你要这样子，你要這樣子。我先帮你拍一张，你看看怎么样。OK。有。我看。哦，你拍的角度超丑啊！你，哦，你看，哦，这拍这什么鬼东西呀、啊？人这么矮。你不是，好像。哦，我拍一次，好，我拍这个一模一样的 pose， 看看，然后我拍一次。好好。哎呦，他侧身呢？好哦，你就是要有这个风景，不然只有哎。你看我的哦，我留了鞋子啦。原来你的全部的一生的精力都放在拍照。没错。OK， 难怪，那你更可以了。对。好啦，那我们再找一个地方，要不要？好啊。好，再来 PK 一次。再来 PK 一下。好。哦，这边好像不错哦，这里很棒哎，而且你看这个有没有？很像大象的象腿，象腿。我不是说你哦，我知道，是很瘦的。好，我知道，好不好？那我们就来一个，再来拍一个躲在象腿后的男人这样。好啊，真像嘛，有没有？好，看，真像我男朋友。哎，有有有，我来看一下。哎，我是网帅。很自然，对，自然采光，嗯，不用再什么调色掉，这真的好看哎，成功了，成功了，厉害，玉婷是阮师傅啦，醉啦，好，等一下翻稳，这边这样很好玩，对不对？对啊，有那种异国风情。有，接下来如果想出国，你会想去哪边？我想去迪士尼，迪士尼，香港哦，好，高雄也会有香港的感觉，我带你去，走走走。降落到香港，香港，玉婷没有来过香港吧？没有，因为从来没有出过国。对啊，好恐怖。我们要来洗桶水。洗桶水是什么？糖水，吃糖水，你知道糖水是什么？叉冰上面的黑糖水是吗？不是啦，在香港糖水就是甜品。
哦，甜点。没有来吃，因为你不是甜点控吗？对啊，超喜欢。来吃甜品。好、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哇，真的，一秒来到香港哎、哦。好酷哦。玉婷，你有看过这个吗？有啊，那个。这个风扇压板细衬衬发顺。哦，你那么厉害哦。正好。哎、欸，木人桩啊。这是有。叶问一定要打的。对。对不对？而且你看这上面。哇，好多公仔哦！他一定是这个李小龙迷，还有一些经典的港片有没有？哎，这个是食神，那个阿金伯。对，这不是阿金伯啦。叫什么？那个包租婆啦。包租婆。阿金伯是谁啊？哇，真的超棒。好酷哦！还有那个香港的龙山舞狮。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我们这个店长。嗨 ，Hello， 你好。嗨，我是立冬。我是玉婷。我是。店长怎么称呼？阿丽莎，介绍一下食糖水怎么讲？食糖水，食糖水。OK， 今天要来食糖水怎么讲？我今天要来食糖水。我今天要来食糖水。对，我今天要来食糖水。唔紧要嘅，唔紧要，还是说不用紧张？没关系，没关系，不要勉强的意思。是，当初怎么会想要把这个元素搬来高雄？哦，因为我们背后的常进人，就我们师傅是香港人，是就把一些香港比较早期，像这些周星驰啊、李小龙，都是比较代表讲到香港的港式精神。对。想这个甜品一定是非常有道理，一定要吃的，可以的。好，那我们就来尝一下。好，太好了。哇，你看，哎，这符咒像林正英那种的。这是什么？哎，是菜单呢，是菜单呢，很可爱，真的蛮大，应该都蛮。所以你看，你们有杨枝甘露啊，芝麻糊，各种糊。那今天有准备什么给我们？今天准备了季节限定的杨枝甘露，所以它是有加芒果的杨枝甘露。杨枝甘露对，本来叫芒果。那这是什么啊？这个你不知道，葡萄柚啊，葡萄柚，然后最后一个是他拿手三色糊，就是我们这里面其实是芝麻、杏桃、核桃、花生，这感觉很难画哎。这个很难啊，而且这个感觉是一个，感觉是没有妆法的我。这流浪汉呐，我要先吃他的头发。你先吃。那我们黑色的是芝麻，白色的是杏仁。哎，你那个眼睛已经糊掉了。芝麻的味道先扑鼻而来，再来就是杏仁的味道。要用成语。而且那杏仁的味道不会就是很呛，因为杏仁也是有比较不同的品种，很香哎，而且它是那种很丝绸的感觉，丝绸的形容。他都一直骂我说我都懒，下次我介绍我要用这个词。好，你看，确定哎，你看终于有人懂我了，说这个很像丝绸的感觉，对，丝绸般，懂不懂啊？专业评论哎，要吃到颗粒吗？它就很像那种。我们去把它现研磨，你知道吗？啊，那个香味就一直跑出来。重点是不会死甜，这个不是甜品，我觉得这个是这样艺术品，艺术品。眼睛跟嘴巴，它跟艺人一样是熬出来的。你试手好吧？还不错。接下来，这个属于夏天的杨枝甘露，你喝看看。好。感觉来到海边。芒果好好吃，好甜，而且它没有像那个芝麻糊这么稠，它是有点那个比较滑顺的口感，对吧？对啊。用实力证明。对啊。然后，而且加上葡萄柚，有一点就是比较。应该说，画龙点睛就是那个葡萄柚。对。因为葡萄柚带一点酸。哦。酸酸甜甜。酸酸甜甜，耐吃。对，比较衬托它的味。对啊，而且夏天来一碗这个，哇，真的很消暑。然后再加几个。哎，对了，我刚刚看到你那个每一个甜品，它都有各自的这个图案，就像拉花一样。你展示一下，然后我们两个其他人，你来评断看谁比较好。好，来。今天要挑战。今天要挑战是你的基本的画了吗？对，画太极。太极哦。对。好，两手一起哦。一起哦。要一起倒。哇。倒的时候尽量倒在中间的那一条线，同时间下。手腕的弯的角度是可以控制它的流速哦。倒出一条线之后呢，一个比较高，一个比较低，基本上慢慢倒，不太容易出错。好漂亮哦！然后好强哦！的时候就是这样，到最后再点缀那两点嘛。对，哇，好漂亮哦！耶，那就换你们两个啦。好，换我两个来。到底我们搞砸多少碗？好，我挑战开始。来，倒下去。对。哦，哎，不行。
靠近点，好，好，慢慢倒，慢慢。好，然后是人之手，慢慢往后，往后递下来，高一点。然后对，有吗？有吗？哎，有有有有有有，好像成功了哎。再多倒一点，再多倒一点，好像比例上还好。怎么办呢？就是欢迎你应征成功。好 ，OK， 差不多。然后画圆。该不会就这里搞砸了吧？你就对称嘛。好，你白色画得非常完美。你也是属于这种鼓励代替责骂。对对对对，不忍心啦，不忍心。哦，很好，好厉害哦，很圆呢，怎么会这样？立冬来挑战，又骂好样 ，very good， 来，哎呦，有哎，又骂好样，有这么厉害的，哎，你的更糊哎，来哦，画圆喽，给我一点钱，啊，这个是画圆，对，画圆，他怎么什么都不笑？不要抖了，没事，别吵，没有，刚怕你，哇，很厉害耶，好像你的比较好看，我的真的一大一小，然后 Lisa 的也一大一小，为人蛮正派的，那谁赢？谁赢啊？你赢了，你赢了，都给你 ，OK 的，都给你的，好像我很会找哎，好，哎，这很有趣哎，很好玩哎，好好玩哦。那接下来你想去哪里？韩国好了。哎，你想看欧巴？对，还有买衣服。我跟你讲，都不会有。可是有一秒让你到韩国的感觉。好啊。好，我们出发。走。哒，玉婷，一秒到韩国。那我为什么要素颜？你知道韩国啊，在整形前一定要素颜。我不用整形啊，我天生丽质，也没看到哦，胶原蛋白。真的还看不到嘞。有啦有啦，我才要整形。他可以写。没有，我们来这边呢是要体验韩国传统的汗蒸木，把汗蒸发掉。对，就是透过排汗，你就排毒。哦。这是韩国传统民众会做的事情，而且你在看韩剧的时候，各大男女主角。都会在里面，而且还要用那个很可爱的那个。对呀，羊角头，我也想用。羊角包你也想用，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就去换衣服，好好体验一下。好，我们现在已经换上这个汗蒸服。好可爱哦，汗蒸服。对啊，啊，我的羊妹妹在哪里呀？我只会绑妹妹，我不会绑羊妹妹头。好啊，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找对这个东西有点小会的小会。哦，小会，小会，来来，小会。Hello， 来这边有卖，一人一条哦。是，好，那我们先把它拿直立的。一般人都学得会吧？对，剥袜子的感觉嘛，就这样子往外折。好，那我们要折三次，这是第一次。第一次。嘿，那连续三次，对。第三次。第三次。第三次比较难呢。对，会啃紧哦。可是它到时候会很坚固。有有有。有感觉了哈。有感觉。有感觉，我手有点痛。哇。好，没关系，我等一下这个给你。他回来原本的样子了。对啊，那另外一边。好，一样哦，重复一样哦。对对对对。戴起来会很 Q 哦，哈。嘿，对。可是我的头尾好像有点大，这个。没关系，它可以调整啊。它可以调整啊。按在眉毛上方哦，哈。眉毛上方。你看，好像那个怪叔叔哎，你这样子。哎，我变韩剧女主角了哎。你才怪叔叔哎！你什么鬼啊？你是，你好丑。可以吗？那现在就请小慧好带我们去，带进去哈，走吧，走吧。玉婷，啊，有没有感受到？哇，阿鸟喂，好热哦！大上去，对不对？对啊，这个原理是什么？先坐着试一下温度。这个是石材是不是？它这个是砭石。砭石。它有天然的远红外线，然后它的波长跟人体是可以产生共振的。它等一下会让你比较血液循环畅通的时候，对，那有些酸痛的地方它都可以去舒缓。对，那如果想要皮肤好，等一下贴着它。
鼻头粉刺都可以出来。真的假的啦？真的，脸脸脸贴，真的脸贴的。我们女生做的员工皮肤都很好。已经七分熟了，可能八分熟。好，那谢谢小慧姐，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好啊，好啊。哦，玉婷啊，好了。很少节目可以这样躺着，躺着转。啊，哎，好像很舒服哎。才进来没多久，我们已经在爆汗了。我还没。因为排汗就是排毒嘛，那你没有排汗的话，你的毒素积在里面。啊，对。那我要常常来这里做这个。你赶快脸贴在这边，然后烫起来，对。不要啊！你要瘦肚子，那你肚子这么肥，你要贴着啊。我这样很像那个哎，海洋公园那个海狮，好好好好好好，好笑。哎，这肚子真的很温哎。对啊。我爱撩我，我想烤那种松板猪，已经开始在逼了。如果流大大都流汗，会不会臭臭的？会不会臭臭？这边都没有任何的汗臭味，因为它跟运动的汗是不一样的。它是流的是皮脂汗，所以汗腺收那个收干的时候，你的皮肤会滑滑嫩嫩的。哇！那现在流的汗是香的，是吗？是香的。哎，我很香哎，我闻你一下好不好？我的是有味道，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是男子汗。哦，没有，它的不错，它是有点咸咸的。你闻我的是整个香的，真的是香的。对啊，而且你看，如果你们看两个小情侣在这边可以聊天，一起来体验不一样的，就是对对对，这个蛮好玩的。好舒服哦！哎，很舒服哎。怎么会这么舒服？你看起来好像比之前来的时候更年轻了。真的吗？有啊，还有哎，你气色很红润。你也是。我有吗？还是我没擦？我没救了。你是一整个都红红的。我刚爆了超多汗。那我跟你讲啦，韩国的汗蒸沐结束之后呢，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哦，蛋白。所以你看，它有很多饼干、蛋糕、蛋糕、水煮蛋。看好啊，我可以想深喝水。哦，对对对，他说这个水是分子比较小的水。可以让你比较好进入人体，然后呢，一般呢，韩国传统是这种哦，水煮蛋哦，对，而且要怎么开，你知道吧？我知道，敲头，对不对？啊？怎么他竟然知道？对，我有在追韩剧啊。那我们猜赢的人敲，好，好不好？剪刀石头布，然后布。我赢。你敢吗？要这里哦，你不要。啊，不要好了，你敲我了。不要啦，你先试。不要，我怕等下把你敲了，脑震荡怎么办？脑震荡，他说脑震荡，脑震荡，脑震荡啦。对啦，你敲看看这里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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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大力要大力，才会破，太小力了。啊，这感觉很痛。我就说你敲我，应该是这里的，这样，你比这里，这样，你看到？超痛。磨了一起安内啦，一起安内啦，然后这样。啊，谁是要敲头的啊？有趣啦，有趣，这样，然后滚滚滚，滚滚滚，它就有裂缝啦，都碎掉了，就可以剥。我们看谁剥的比较快。哦呦，哇！我建议你不要找我比任何东西，好不好？你好像都不会赢，所以他们韩国传统就是这样子，对，边聊天，很开心的感觉。对啊。哦，来来来，来吃。你是要脱壳了，快点。哦，你看这样有没有让你一秒在韩国的感觉？有，而且好喜欢哦。喜欢，你看我们今天一开始，我们先去哪边？浦原寺。小京都嘛。对，很漂亮。整个造景，然后后面我们遇到那个瑜伽老师啊。不得不说，真的很佩服。你还跟他尬，你算很厉害了。不能比人家85岁，我21岁。然后我们后来又去哪边？去寺庙。真的很壮观的。真的，第一次。就像在海底，你的龙宫然后浮起来。对啊。然后后来我们又你看一秒去香港，是那个好好吃。让你知道那个糖水不是上淋在上面的糖水，它是甜品。然后最后你看又来，你最想去韩国，让你体验有偶像剧。男女主角的感觉，有时候感觉像我在拍偶像剧，有吧？可是这个男主角是要换一下，你才要换掉嘞，才换掉。没有啦，很开心啦，你不用花机票的钱，你也没有出国的感觉，而且就在高雄，可是你就好好花一天的时间，照我们这些点去采，你会跟我们一样很快乐，可以体验到当地的感觉。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啦，我们高雄王耀菊 Happy Together， 下次见哦，拜拜，拜拜。